师傅，这车到韩村路吗？对，上车一块。哎，您哎，谢谢。哎，哪位给这大娘让个座位来？大娘，您坐这儿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嗯。喂，如素，我是秦月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小易又出事了？哦，小易没事儿，是我妈。她没上你那儿去吧？没有啊，妈不是还没出院呢吗？秦风到医院没见着我妈，我还以为她到你那儿去了呢。没事儿啊。哎，秦月，你别挂。妈已经能起床了，那怎么会找不着了呢？小凤来电话说妈下楼遛弯，挺晚了还没见着人。这么着吧，我现在马上就出去找，有消息我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喂，喂，什么喂啊？给谁打电话呢？韩如素，妈离开了医院，小凤找不着她，也没上韩如素那儿去，我怕妈是走丢了。怎么人一走丢了就奔韩如素啊？你妈也真是的，不好好在医院待着瞎跑什么呀？干嘛去啊？还能干嘛？找人啊。我也去。看你妈了，秦月，咱不能这么瞎转悠，应该顺着你妈的思路好好想想。我妈的思路，这该找的都找了，还能去哪儿啊？什么地方是你妈最惦记的，或者说，是她印象最深的地方？最惦记、印象最深的地方。喂。找到妈了吗？没找着啊！你帮我想想，这咱妈，啊不，我妈，她能去哪儿？啊，什么地方是她最惦记的？最想去的地方。妈最惦记的地方，那还不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吗？啊对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马上就去。要是找不到的话，我再给你电话吧。哎，好好好。他说什么？啊？他说，说我妈可能去了我以前住的地方。早就应该想到的。你别往心里去啊，这人老就这么固执。我不往心里去。喂，哎，小峰啊，你说怎么了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妈。
好都要拆了盖新房子了，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如素，妈找不着你，我就上这儿来了，哪怕再能看上一眼。妈，这儿这么大的风，你的病刚好一点。秦月和秦雯都急坏了。如素，你跟秦月在这儿结的婚，小姨也是在这儿出生。妈刚从乡下来的时候，不也是在这儿跟你们挤着住？那时候多挤呀、啊！小姨刚一断奶，就跟您挤在一个床上。妈，我没照顾好您。不许那么说，不许那么说。妈这辈子再也没那样的好日子了。亲的热的一家人能挤在一块是福分，如今妈都快走上绝路了。越天紧那儿我死都不会去，可他们哥俩不让我自己住，妈要是出了院我住哪儿啊？我住哪儿？妈，要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我就接您到我那儿去住了。好孩子，别说了，有你这句话妈知足了。如素，别管我怎么骂秦月，他毕竟是我的亲儿子，我不能让他下不来台。他还教着大学生，颜面扫地，他怎么做人呢？他怎么做人？让他怎么做人？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最后怎么找到的？我让秦月顺着他妈的思路想一想，正好韩仁素来电话，说他妈妈可能去了他们以前住的那个地方，那儿都成废墟了。结果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他妈真在那儿。哎呦，这多危险呐！嗯，一个中过风的老人，在那个废墟堆里头。哎呦天哪！可不是，我想想都后怕呢。这可不成，天锦呐。你们不能再让秦月妈妈一个人住了，这样会出大事儿的。我看呐，找一个老年公寓，把她送去。我跟秦月说好了，等她妈妈身体一好，就把她接到我们家去住。那哪行啊？你们能照顾过来吗？现在这两个孩子就够你们闹心的了，再多一个老人，那老人比孩子麻烦。我说，孩子已经决定的事儿，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再说了。接老人一起住，
是好事儿，是孝顺，应该的嘛。啊，把你送到老年公寓，你愿意啊？哎呀，爸，就算要送老年公寓，也你们俩一块儿去。妈，辛苦一点我不怕，我怕的是秦远他妈呀，根本不领我这个情。不会吧？要说原先他不接受你，那也情有可原。现在他病成这个样子，又是你主动提出来的，他能一点不动心吗？您不知道，他妈妈明说了，宁愿住韩如素那儿，也不愿上我家去将就。天津呐，你听妈的，这个秦月妈妈呀，即使不到你家住，你也不能把她交给韩如素。要那样的话，造成他们两个藕断丝连的机会不说，那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啊？会怎么说你们呀？妈，秦月他妈也就那么一说，韩如素现在租个小房子，跟秦家又没了关系，她凭什么把老太太接过去？问题是在我这儿，我这儿左右为难。你说让他妈来住吧，他妈不愿意。这强扭的瓜不甜，就算以后来了，不定闹多少矛盾呢。你说真不让他来住吧，把他一个人扔那儿，这我跟秦月放心的下吗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我还是那个主意，你们呀，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年公寓，把他送去。现在呀，这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，这养老啊都成了社会问题了，又不是你们一家，你怕什么呀？我能不怕吗？我怕的多着呢。韩老师，您看看这个，这是公司聘用您你的一份合同，您看看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您尽管说。那上面都写着呢，我们公司聘用您做德语方面的翻译工作，除了基本工资之外，还根据翻译的数量，签订合同的获利情况，再给予您提成，您看看怎么样？翻译的数量大吗？目前来说嘛，主要就是和这个德国公司的这个合同，啊，还有他们的一些产品说明书，翻译的数量也不小。方老板，我就是怕学校和公司兼顾，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您是兼职，明白吗？合同上都写好了，只要您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公司交给您的任务就行了。老师您还是照样当。您还有什么别的问题？我还有一个顾虑。我呢是到公司里来兼职的，您看，您给我的这个报酬是不是过于优厚了？韩老师，韩老师，您真是个实在人。我方超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嫌钱少的人见多了。还真没见过像您这样还嫌钱多的呢。我只是希望能够按劳取酬，这样呢我心里更踏实一些，对别的员工呢也公平。这么跟您说吧，像韩老师您这种高素质的人才，我实话告诉您，我是求之不得。我虽然读书不多，可是我知道知识的价值啊。您放心，您一定对得起这份钱。可我现在还是一点自信都没有，从事商业跟教书区别太大了。您真的认为我可以吗？韩老师，做学问我肯定不如您，但是识人用人那是我的强项。我有这个自信，我相信我的判断和我的眼光，所以也恳求韩老师您相信您的价值。你太过奖了。行了，那就签字吧。什么老年公寓啊？我没听说过那地方。不去，送了回家，我不用你们照顾。啊。我们那儿您不肯去，小冯天天上班，
也没时间照顾您。像您这种情况，可不能一个人再住了，这万一发个病，那上医院都来不及啊。是啊，妈，这老年公寓还是我嫂子给您找的呢，我去看过了，条件特别好。大爷大妈有个伴儿不说，饭有人给您送，衣服有人给您洗，房间有人给您打扫。哦，对了，每天还会有人给您量血压呢，我看快赶上疗养院了。小凤，别忽悠你妈。老话说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那儿再好，不是自己家。妈，这不是您不愿意上家去吗？我跟秦月啊是为您想，所以得，我的事儿，干嘛不跟我商量啊？啊，秦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不是就想甩包袱吗？成，我不当你的包袱，我回家自生自灭还不成吗？我，哎，妈，妈，您慢着，您这去哪儿？上哪儿啊？回家。哎，妈，妈，妈。行吗？行。从今天开始，您就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。那我作为老板，我得跟您说点意见。啊，我洗耳恭听。韩老师这身衣服，我这个衣服怎么了？您穿这款衣服，您这太像老师了。我本来就是老师啊，韩老师，您可千万别嫌我说话唐突。您直说吧。人的服装为什么必须得有职业特点呢？我认为那首先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定位。哦，这个我还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过。其实不是，其实您定位已经挺准的了。您是说？我的潜意识里只把自己当成了老师了，就算是了。韩老师，不管怎么说，您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的人了，在我这儿，您就得重新定位。错了，错了。不是这边，那边。我明白了，我苦了大半辈子把你们哥俩养大，谁都不听我的，非要把我扔个一群生人干嘛呀？这是。您别激动，医生说了，您现在病情还不稳定。别一激动又犯了病，犯了才好呢，死了更干脆，这样你们哥俩不就彻底轻松了吗？彻底轻松了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哥跟我嫂子就是为了让您活得更痛快更结实，才花这么多钱给您找的这老年公寓，您到了那儿就知道了啊。你也哄你妈，你也嫌你妈，我白等你了，你要气死。妈，你怎么动手了又？妈，您别动手啊。妈，还有你，要不是你那老大柱子，我你别闹了，还没那么多坏心，没那么多坏心，没那么多坏心。妈，妈，哥，妈又晕过去了，妈。欢迎光临 DNS， 这是我们的菜牌，两位需要点什么？韩老师想吃点什么？这儿我第一次来，这些菜我都不是很熟。方老板，你喜欢吃什么你就看着点吧。韩老师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点点实惠的。鱼子酱，鹅肝披，两碗罗宋汤，再随便上两个副菜吧。来瓶红酒，200块钱左右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嗯，韩老师老公是在哪儿发财啊？他
他谈不上发财，跟我一样也是个老师。哟，那太好了！你看，工作上可以相互沟通，回了家呢又有共同语言，谁都羡慕。我们已经离了，我现在是一个人。哟，哎呦，那真对不起，韩老师，我不知道触到您的伤心事了。没什么的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方老板，哎，按公司上下级关系，你得叫我方总。好，方总。你说。刚才关于服装的事呢，你还没跟我说完呢，你多跟我说一点，让我也开开窍。不会觉得我是以貌取人吧？怎么会呢？不是说到了南山就要唱南山的歌吗？为公司服务就应该有个从商的形象，我应该从头学。好，那咱们聊聊。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你们也太不小心了。他现在的情况啊，千万不能受刺激，情绪激动会引起心血管系统的急性反应，会造成新的血栓形成的。啊，大夫，我妈是脑血栓复发吗？现在看来还不像。只是受了点惊吓，回去休息两天就好了。那大夫，那这住院手续还用办吗？不用办了，接回去吧。可要注意啊，这回可不能有什么情绪波动了啊。哦，谢谢大夫啊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大夫。多谢了。妈，哎。哎呦。给妈拿鞋。哎。哎妈。哎。是。来来，给我帽子给我。哎呦。妈啊，我送您回家吧。不回家，那什么，钱不都交了吗？就上那老年公寓吧。妈，哎呀，您这一折腾想明白了。别贫了，走吧，甭都架着我，自个儿能走没事儿。住这个楼，韩老师，您就住这儿啊？是啊，谢谢你啊，方总，送我回来。韩老师，这房子可够旧的，看样子怎么也有30年了吧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您不是这儿的老住户啊？这个房子是临时租的。学校里原来的宿舍拆了。啊，韩老师过得可够清苦的，像您这样的知识女性，真应该找个更优雅安静的环境才对嘛。我正打算买新房子呢，正在攒钱，让你见笑了。现在买房子可真是大问题，好多人为这事头疼呢，是吧，韩老师？你说的没错，方总。以前呢，住公房不觉得，现在一搞商品化吧，我们这些工薪阶层的压力可就太大了。哦，那韩老师，您准备在哪儿买房啊？我对房地产还有一些了解，我可以给您参谋参谋。我已经定好了，是个两居室，离学校也挺近的，挺合适的。哦，那就好。这么大的事儿，韩老师您又是做事严谨的人，我想肯定已经反复斟酌过了。你看，清光顾着聊天了。你既然都到家门口了，就上去坐一坐吧。今天就算了吧，我就不再耽误您时间了。韩老师，以后碰到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说，不用客气。我希望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您能把我当朋友看待，您说好吗？真的很谢谢你，方总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应付得了。我都是你公司的员工了，以后你就叫我如素吧。行，如素，这就对了。那我走了。妮妮呀，来，哎。
妮妮啊，怎么样啊？想没想姥姥这几天啊？想了。来，姥姥看看，嗯，怎么样？上课溜号了吗？没有。哎呦，老师还表扬我日记写得好了呢。真的？哎呀，我们妮妮可真棒。怎么样？那天姥姥让你那么写，你还不同意呢？啊？来，奖励给你一块糖。哎呀，妈，你别老让他吃糖。啊，好，来，吃香蕉。快去吧，找奶油玩去。老爷，老爷。天锦呐，怎么样？秦月妈妈在老年公寓还安心吗？还行吧，不过呀，一见我，故意两眼一翻，提韩荣素。我知道他想什么呢，想气我呗，偏不生气我，爱提提这样的。哎呀，不过你光忍着也不行啊。你敢保证那韩如素不搅和事儿？他能搅和什么事儿啊？最多偷偷背着我跑去老年公寓看老太太呗。天锦呐，我看你是太掉以轻心了。你别忘了，那秦月和韩如素啊，可是十几年的夫妻感情啊，本来就难以一下子断得干干净净。你说老太太在中间这么叨叨着，难免夜长梦多呀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老提烦不烦啊？你以为我愿意提呀？我这是替你担心。除非那韩如素嫁人了，要不然呢，你们俩的日子啊就清定不了。哪那么容易啊？说嫁就嫁啊？哎呀，那韩如素要是嫁人了，那秦月不就没有别的想法了？哎呀，董大爷，别人家的也忙，他咋就不能来呢？董大爷，您等儿子呢。哎，这看来人呐，光吃饱穿暖不行啊，就是缺不了亲情啊。哎，我倒是想照顾你妈的亲情，可她不领我的情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你看，又多心了不是？我也没怪你的意思。你妈该知足了，两个儿子三天两头来看她，等我老了以后，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理我呢。哎，这老太太又上哪儿串门去了？院里没有，那一定是在活动室呗。秦大妈。哎。你这小时候还没结婚呢吧？没有，哎呦，老大不小的了，本事不大，还挺挑剔，谁要的？您怎么是两个儿媳妇儿？都是您大儿子的吧？您可真不会说话，离了婚还叫儿媳妇儿啊？离了婚也得叫儿媳妇儿，不叫儿媳妇儿叫什么？叫闺女，叫什么呀？甭管叫什么。她还是我孙子的亲妈。你们别老提秦大妈的伤心事儿，她那婆媳关系啊，那感情比这姑娘还亲呢。当年我跟我儿媳妇见第一面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这辈子就一个遗憾，生了俩儿子，就缺一个贴心贴肝的闺女。那是啊。姑娘是爹妈的贴身的小棉袄啊。我就跟如素说了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闺女，我就是你亲妈。秦月她要敢欺负你，你就跟妈说，我准不答应她。秦大妈，别打岔，别打岔。如素啊，搂着我就跟我说，妈，妈，你待会儿再唠啊，待会儿再唠。我和天锦来看您来了。妈，您看还是这儿可您的心思吧，有这么多人陪您聊天，是不是？待会儿唠，待会儿唠啊。大爷大妈，谢谢你们照顾我妈啊。哎，放心放心。叫我看呐，现在秦大妈这儿媳妇儿
真是够仁义的。那老婆婆对她那样，人家儿媳妇愣是能忍下来，该怎么着还怎么着。可现在这孩子谁能办得到啊？你呀，不知道内情，这叫第三者。秦大妈跟她媳妇别扭，那是有来由的。我不管她什么者，有这胸怀就不简单。依我看呐，这两个媳妇都不错。秦大妈的儿子不愧为大学教授，风度翩翩的，招人喜欢。世风日下，要早30年，大学教授怎么的？他敢。妈，您跟外人说得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吗？以后我和天宁再来看您，脸上多不自在啊。秦月，咱们让妈住这儿，不就是为了让她不寂寞吗？哎，他老人家愿意说什么，你就让他说什么呗，啊。行啊，你不跟妈计较就好了。我是个计较的人吗？妈，来。我。颠过来，倒过去的想了。其实你也不容易。我还能活几天？只要你对秦月想一好，我就是再怎么心疼如素，也是白搭。妈，我上护士长那儿看看，你和天姐好好聊聊啊。我这什么都不缺，你忙甭来这么亲了。妈，只要您不嫌弃我，我天天来都愿意。那我可承受不起，承受不起。妈，我知道您跟如素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，我理解。可我觉得如果您真疼如素的话，我跟秦月的事儿，不管外人怎么想，是绝不可能改变的现实。可如素一个人，她还年轻啊，她应该赶紧另成一个家，要不然你说这老了以后怎么办啊？这还靠得上儿女养老吗？我知道您嘀咕什么呢，您是不是担心我是怕如素跟秦月还有来往，所以才这么想，是不是？我承认有这个因素，可我更多是替如素着想。我也是女人，我知道一个人不容易。您知道我们这儿啊，就是负责保健和监护的，不像医院有那些设备呀，还有器材什么的。反正你母亲的病目前看来还算稳定，但是啊，这并不能排除她突然发病的可能性，因为呀，她必定有过脑血栓的病史啊。我明白，护士长。拜托您多关注我妈的病情，万一有点什么波动的话，请您及早的通知我们。那是一定的了，反正你们的联系电话我这儿都有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好。妈，如果您真拿如素当亲闺女，你就应该劝劝她，找一个人往前走一步。我可怜的孩子，他怎么跟我这么一样的命苦？年轻守寡的滋味，我是心知肚明啊！我妈，这滋味我也尝过，
我知道不好受，所以您更该劝劝如素啊。妈，刚才还好好的，你跟妈闹什么？你嚷嚷什么呀？我这跟妈商量如素的事儿。如素？如素什么事儿？我跟妈说，如素应该找一个人嫁了。这不，妈想起自己年轻守寡的滋味不好受。玉，你把如素给我交了。妈，你不管她，趁着我没死，我管。待会儿都在这儿作证吧。我再一次郑重的把我这么大的事儿就完全委托给您了。你说现在这女孩真是太难找了，这事还真得找你。有什么好的在学校里边好的姑娘，你一定给我留着。喂喂，方超。班长，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说要我给你找一有文化的吗？我可真给你找着了。喂，你在听电话吗？啊，我听着呢。啊，哎呀，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？哎呀，我这有事儿了，咱们以后再说。别以后再说呀，这才几天就变卦了呀！我可告诉你，我费了好大的劲给你找着这个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得给我个面子，跟人见见吧。哎呀，你看班长，你别着急嘛啊，这个不是就见面吗？对不对？你的面子我能不给吗？呵呵，好好好，行，咱们以后再联系啊。没办法，世界上总有一些热心过头的人。方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嗯，不错。真不错，搭配的很有品位。看来你的职业自信培养得很快嘛。嗯，这还不是您及时的批评指正啊，再没有悟性的人都教会了。哎，等等，还真不是这样。你绝对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受，看得出来有自己的发挥，真不错。你看咱们公司这帮小女孩，就知道买贵的，可怎么看，哎，就没你这风度和气质。不说了不说了，方总，太不好意思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还得教教他们呢，你得给他们上上课。就当我委托你提高咱们公司的整体形象。不行不行，方总，我还是从您这儿现学现卖的呢，这不让他们笑话死我。这不会，还是你自己给他们亲自讲讲吧。我讲肯定就不一样了。男人太理性，只能有一个大的原则，你们女人就不同了嘛。你们可以通过直觉活用这个原则，发挥出千姿百态的生动活泼来。你看我。方总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做商人，应该做个诗人。嗯，什么意思？难道商人就应该白天琢磨着怎么算计别人，晚上偷摸数钱？我们也可以过这种诗情画意的生活吗？怎么不可以啊？对对对，我这是知识分子的病根，一不留神就暴露了情商思想了。这还真不符合当今的时代理念了。说的是真心话啊？当然了。嗯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看重这份工作呢。啊，方总，你看一看这份合同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？嗯，好，那我就先去做别的事了。嗯，辛苦啊。你闲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人闲的没事儿的时候才会干无聊的事情。我是为你好，你这心挂两头三心二意的，韩如素要是早点嫁了，你心里不就踏实了吗？韩如素要找对象，也轮不到你我来介绍。这说出去，你不怕别人拿去当笑柄啊？你这人就这个毛病，
你怎么那么在意别人说什么呀？这县城的合适对象我怎么不能介绍了？只要他们互相满意，那谁介绍的不都一样啊？什么合适对象啊？你知道韩如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别以为韩如素只看得上你，我给他介绍的是方超，人不比你差。你问人家方超的意见了吗？人都答应见面了。那韩如素呢？我这不找你商量吗？要不你出面？不可能，我没那么厚脸皮。你说谁厚脸皮啊？你是说你还是说我呢？看你压根就不想他嫁。我发现你是越来越离谱了。我不想跟你争，反正这事儿我不会插手。不插手就不插手，没你啊，我一样能把这事儿给做成了。祝你成功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你妈让你把韩如素叫过去一趟，电话你总得打一个吧？要打你自己打，这事儿与我绝对无关。德行。雪飘雪落，渐渐远去的青春，沉浮太多爱与恨的传说线。那曾经爱的烈火，碾碎了你，分干了我，两个人的战役，没有谁比拼尽了自尊心对错。这难道就是结果？辗转的夜如何好过？只想对你说，抱紧你逃离到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，那一刻苦也快乐，如今花开花落，也曾有过面对爱的承诺，把谁把心再攻破？感情的事如何好过？只想对你说。谁把心再攻破？感情的事轻轻绕过，怕谁把心再攻破？